原生塔罗帮助你创造更多美好，我是微笑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测一测在鼠年你整体的能量状态是怎样的。好，我们来进化牌卡。现在呢，我们来洗牌。在洗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保持安静，然后去默默地想自己在新的一年当中有什么样的愿望。同时呢，也可以发送弹幕“鼠年行大运”来给自己祈福。记得一键三连锁定好运。那我们现在来抽牌。那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看到的这个头花的颜色款式啊，包括我们对数字的感觉来选择第一组、第二组、第三组。